Hello， 我系小 B 啊，一直咧都好想拍一条关于发型嘅影片同大家分享，咁今日咧终于出到呢一条片啦。呢条片入边咧，我就会同大家分享翻三个我日常中意帮自己整嘅发型。整呢一个发型之前咧，你要决定自己想翘左边定右边嘅头发，咁今次咧我就拣咗翘右手边。首先在头顶拎一撮头发，将它一分为三，然后好像普通鬓边咁样，右搭左，左搭右。第二下右搭左的时候咧，我哋就在外围拎少少头发加埋一撮，然后先至搭过去。咁左搭右咧就唔需要加头发，直接搭过去就可以噶啦。跟住落嚟，每一次右搭左的时候咧，都要在外围拎少少头发加埋入去嘅。不断重复这个动作去到最尾，然后呢找发夹固定返佢就可以啦。整呢一个发型之前呢，你就要决定自己究竟想放几多头发出嚟，然后呢就找发夹夹起多余的头发。同樣地咧，都係喺頭頂嗰度拎執頭髮出嚟，一分為三。咁亦都係啦，好似普通鬓邊咁樣，右搭左，左搭右。咁同上一個髮型一樣嘅，右搭左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每一下都要加啲頭髮落去嘅。好，我哋嚟多次，咁今次就示范左边嘅织法啦，都系喺头顶嗰度拎一执头发，一分为三，然后咧都系右搭左，左搭右咁样去织，但系因为咧今次系左边啊，咁所以咧加头发嘅位置咧就系左搭右嘅时候你要加入新嘅头发，而右搭左嘅时候咧就直接搭过去就可以噶啦。一路沿住个头型奔落去，奔到最尾，然后咧就用橡筋扎实佢。奔好晒两条边之后咧，我哋就用发夹将佢固定好，然后咧就可以加一啲自己中意嘅饰物。第三个发型咧，我哋就唔使谂咁多啦。耳仔对上嘅所有头发我哋都会用嘅。咁耳仔对落嗰啲头发唔用嘅话咧，都系用发夹夹起，唔好阻住自己啦。都系由右边开始啦，喺头顶攞一执头发，今次将佢一开二就可以噶啦。然后就将下边嗰一执咧拧上去上边，交叉咁样拧上去。跟住每拧一下咧，我哋都会喺外围加少少头发入去嘅。咁不停拧拧拧拧拧，拧到最尾咧就用发夹固定位置。左边的做法都一样，在头顶那里拿一撮头发一分为二，然后有少少不同，就是左边搭过去右边这样拧上去的。记住每拧一下都要在外围加少少头发入去的，不停拧拧拧拧拧到最尾，都是用发夹固定位置就 OK 了。今次的分享又是这么多，喜欢的话记得在下面给我一个 like， 还有记得要 follow 我的 IG 还有 Facebook 啊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